微信创作陪伴计划迈入第二年，我们从过程中看见前期发展与创作实验对艺术家的重要性。在这个计划中，我们透过紧密弹性的陪伴关系，为创作前期注入更多的养分，也呼应的巨思制造端的核心精神，汇聚思考制造行动，与艺术家一起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我在练习是不是可以从我的记忆当中去找到我自己在那个时间我在做什么。这就是我在拍照那天的时候眼睛也没张开，这样这是我在2012年9月的样子。我们提供现有的场地资源，号召发展中的艺术家共同参与。而在场地陪伴组中，今年的创作主题包含了社群、性别、东南亚议题等。除了延续我们关注的议题，也有机会与艺术家有更多的交流空间，同时也让艺术家可以在实验创作期中得到实质的支持。我们期待透过这个平台产生一些扰动，不论是提供资源或者是媒合伙伴，透过不同的角色相互提问，创造友善的产制生态。计划明年也将进一步的延伸，期待我们未来可以渐渐发展成一套更全面贴合艺术家的创作支持系统。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一个人走得比较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比较远。